这是他的农场啊。对呀、啊，那我们在我们的农场呢。只有大的可以说。你要给农场盖好，好高哦！哇，摩天大楼农场，那要盖好哦，用你那个房子的地基要打好。不那不要盖那么高吧？对、啊。房子倒下来了。你的房子倒下来啦，老板！你盖的房子怎么会倒下来？对呀、啊。因为没有盖好、嗯。哦，那就再一次吧。还要盖这么高啊？因为老板，你又要盖那么高啦！哦。因为你的地基这里要用好啊。对。你的地基有都用得很稳吗？嗯，你要盖地基哈、哦，把这个地基用得很稳固，然后再来盖。好像不行耶。你可以请妈妈帮忙忙吗？哇，哈哈哈哈！怎么盖得这么高？盖得这么高。盖成摩天大楼了啦。嗯。